笑得很开心的宝贝。爸爸呢？爸爸去拿衣服了。老师，老师在那个找到了没？衣服找到了没？有一个箱子在那边。没问题啊，今天看了会不会很震撼啊？玩具震撼。哎呦。小高、啊、老师，今天你们两个一起住都是帅哥，对不对？对对 对, 对，这个是硕士，知道啊，我之前去台湾，小高大哥非常照顾我。啊、谢老师，老师小心走。来，宝贝晶晶，哇，这个也越来越漂亮，来来几个美女，记得来晶晶啊。好，老师小心。啊，老师，哇，这个。小宝的儿子，对，有三个。宝哥，伟人的儿子帅吧？哇，都是名校哎！你是什么毕业？清华大学。哦、这里有北大的，所以你不用拐这里。一个哈工大，这个清大。你爸爸是什么大？啊，对对，也是清大。清大跟北大还有一条路啊。老师啊，这郭大哥特地给老师，你看你坐这儿设计的梅花。梅花。然后两个，这谁是这边？郭大哥，郭大哥和女儿，哎呦，他们要给老师弹梅花，梅花，你现在来，来，三个曲子梅花，谁要弹谁要弹，他们两个，就是你爸爸的，他是那个拿行李，啊啊啊，好的好，这两个宝贝，来来来，老师先给你们鼓掌。老师，您坐下，您坐下，您坐下。我背着他不可以，要不要吃一点东西？先不吃，哎呦，吓死人！这个会胖的，赶快拿起来。老师就配这个，哎，爸爸，他们这个是。这个是坐这儿欣赏一下，爸爸。郭大哥，我看了。爸爸，你看郭大哥买的这个多有质感，高大上。我适合吗？他就说了一句话，说老师最喜欢梅花，对，最喜欢梅花。这个是多大？整个是五米一，五米一，五米一，三米。哇，好棒！